3月23日，优质男神陈坤现身上海，签约成为某直播平台的形象代言人。陈坤当天一身黑色风衣搭配白色运动鞋亮相，潮味十足。一来到现场的陈坤就问妹子们自己帅不帅。这边的妹子声音很大的。不，我是说这个形象片很帅啊。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要播的平台，他们的永远是有想象力的嘛。有想象力，那我就觉得很帅。那刚好找一个长得差不多的男演员随便来走一走，我觉得其实谁来走都差不多，主要是这个创意好。原来是在帮直播平台打广告呢，可说着说着还是不忘夸一夸自己，原来坤哥还是很自恋的呢。敬业的陈坤现场就玩起了直播，还给看直播的妹子们提前放了福利。各位要播的网友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坤，我很高兴今天开始我们能够跟在大家和大家在要播这个平台上交流，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跟你们分享我特别多秘密，比如说我吃什么呀，完了之后我跟谁见面呀，完了之后我怎么洗脸呢，或者是上厕所呀什么的。